哇！我對上一次做 facial 咧，講緊已經係大半年前嘅事啦，因為咧我好怕俾人黑 sell 噶。咁但係咧，女仔嘅皮膚需要好好咁樣打理噶嘛。除咗喺屋企咧，我會去角質啊、敷下 mask 之外咧，最近咧我就試用咗三個 HQ 嘅美容儀器啦。咁我自己覺得咧，個效果咧係可以媲美到喺美容院做 facial 咁好噶。呢部洗面机咧，佢嘅直胶刷头分咗唔同嘅清洁区域嘅，咁就可以轻松做到全面嘅深层清洁，同埋软身嘅直胶咧，佢好贴面嘅，就连最难搞嗰啲鼻翼啊、嘴角位啊，都可以震下震下咁就将啲死皮啊，同埋啲涉到好入嘅化妆品都清出嚟，而且咧系防水添噶，啱晒我呢个懒人咧，可以边冲凉边洗面。其實我自己最煩的就覺得是對眼，因為成日都很夜睡，基本上細紋、乾紋、黑眼圈、眼袋說得出我都有的了。平時就靠化妝品，這部眼機呢冷熱敷加上聲波按摩就可以令血液流動得好一點，緊致到肌膚和刺激細胞再生的，對眼呢 sharp 曬，可以看看我左右眼的分別。最後這部呢就一樣是有冷熱敷功能加聲波按摩的機，按摩的頭大一點是放成塊面的，我有什麼重要的 job 之前呢我就會用的了，因為呢按摩完呢肌膚會 soft 了和光滑了，化妝呢還好貼，不會浮粉添。最後值得一提，這三部機都是豐澤獨家發售的，買任何一部都會跟機贈送瑞士製造的潔面護膚液、眼霜、日間護理液和夜間精華，大家可以隨時去到豐澤的門市試用的，我們一起勤力一點在家裡做 facial， 好好打理我們的肌膚啦。